今年呢、啊，有是我们建国75周年，也是人民政协的成立的75周年，也是45规划的关键之年，要增强4个意识，坚定4个自信，做到2个唯物。我也计划呢，会集中我的力量去做调研、做调查，然后去研究怎么样在我们在大湾区怎么样可以国家所需我们所强、我们所长来为祖国做贡献。我也希望啊，我们一起努力啊，在疫情后复常了之后的香港，然后复常之后的我们内地，我们在一起努力啊，发挥我们参政议政、社情民力啊，然后做研究啊，为解决人民的痛点，来为他们的民生问题提出解决方案。